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90期的节目啊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Europark 所推出的 MK Pro Series 20公分的 Megatron。那我声音有点疲劳，最近我讲话有点多啊。最近，不管是录影片还是摄影工作上面，我们都是需要动嘴巴的啊，跟妹子也是需要动嘴巴沟通的啊，各种沟通。那我 Europark 的玩具呢，是前一阵子第七集推出的时候呢，哎，我接触到他们的这种自己拼装啊，非常简单拼装的系列之后，我可以说是彻底喜欢上了这条系列的产品啊。以前觉得啊，没有变形的玩具我还是少接触吧，但是我已经彻底沉迷他们家的产品了。那这一款 Megatron 的身高的话呢，20公分啊，比这个电影七的 OP 的个子还小点啊。这个所以这个比例，不过也本来就不是同一个画风啊，所以比例上就不用纠结这些。所有的内容物的大概就这么多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先看一下这些细节，这个地台的部分啊，底座的话呀有不少的细节呈现。那它的一个狂派的一个标志啊，是要单独安插在这里。但是这个我个人觉得吧，除非说您要给这个老 Megatron 呢，给它做一些非要的动作，不然其实它本身玩具的站立性已经非常的好了，完全是不需要做地台的啊。而且，你看它站上去之后，好像这个地台还显得小了一点。其他的小配件啊，最明显的就是这一把光束键了啊。那光束键的话，握持在手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内部的话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气泡多了点啊？这个显然这个光束的这个光感不是很好 那么其他一个啊，这个是金属的一个金属制的一个钥匙。OK，那这里造型啊看起来好像可以拔出来啊，其实并没有。那这个除了金属的涂装之外，上面也有做一些污渍的处理。然后它的小手枪啊，没有其他的涂装了啊，握持手上也是很简单，但是很小，这么小的枪握在他的手上是，很没有气势的。再来是一个流星锤，流星锤的话呢，把手臂直接手掌转下来啊，就可以做一个替换啊，毕竟它本身就是一个半组装式的产品。你看到它这个支持的力度还是相当给，你要摆拍的话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各种刁钻的角度呢，还有带刺啊，是绝对可以满足很多人的啊。然后呢，有一个替换的胸甲，这是一个受伤撞坏的胸甲。那替换是很简单啊，我们直接的话呢，从胸口这里把它拔下来。那两块胸甲的话呢，这一块是金属的啊，是非常沉重的。那么这一块只是一个塑胶，那这个扣上去就很简单，就不需要特别的这个。OK，那我们就暂时以这个受伤的胸部呢来做这一期的节目。那讲到这个金属的话，身上还有其他几处的金属部件，像这个地方啊。脚鞋尖，还有裙甲，这个前裙甲，还有这个侧裙甲啊，这几处啊都是金属的部件。然后其他还有没有？我目前没有特别去发现啊，可能还有也说不一定。那我把光线打暗一点，跟各位示范一下，它头部也是会发光的啊。那发光触动的话呢，是靠磁铁的装置啊，这个地方把它给接近，它就会眼睛会常亮；再靠近第二次，它会不停的闪烁；再放一次，它也会常亮啊；第四次，它就会灭掉了啊。那表情的话呢，除了这张比较严肃的表情之外啊，我们还是把它的眼睛亮一下好了。还有另外一个是，哈哈，再也没有人能阻挡我了，这个非常充满笑容的表情。还有另外一个则是这个类似于是咆哮的表情。那里头的话呢，它这个是分件是可以分开的啊，这个给各位示范一下啊，不用，也不是示范了啊，就给各位知道一下，它内外是有分件的。那替换很简单啊，直接把脸拔掉就行了。那么它的话呢，手炮啊也是有一个发光的装置的啊，这样子给打开。那手炮在发射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它给伸长啊，毕竟你在用的时候，你能不伸长的吗？啊？它的头部啊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它就往前可以低下来，所以说你可以往前面低下来，甚至说你再往下面低一些啊，可以做出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个对躺在地上的这个博派成员呢，准备处决他们的一个表情啊，完全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左右看当然就 OK 了啊，360度的转动，妥妥的没问题。手臂，
两个平举啊，多出来的部件呢并不干涉行动啊，当然左右这样动的时候就卡住了。那这里有一个这个过度的一个造型，手臂完全弯到超过于这个角度，可以说是让人很满意了啊。那手指的话呢，就是拇指的话呢，可以动的角度是比较刁钻，只有一处的角度，食指单独一个关节，另外几根指头单独一个关节。那么呢，这个摸到自己胸口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。那这里也有一处啊，横向动。腰身可以转动，裙甲的话呢，前后啊分开，后方就不行了啊。所以脚前踢，膝盖弯超过于90度，侧踢也是没有问题。那这个地方可以旋转，毕竟这里也是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啊。所以说这一款人物你要做出很夸张的动作的话呢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非常非常的帅气。也有一个接地啊，那脚掌本身很巨大，那由于有这里跟这里的一个金属的一个加持，所以人物的重量分配我觉得还是相当的不赖啦，还是相当的不赖。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，是一款非常非常优秀的可动但是不能变形的变形金刚的玩具。身上的一些旧化的话呢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它并没有说把它做到很破损啊，我觉得这不能算可以说是拟真化了，算不上旧化，因为它并没有刻意要把它弄脏弄老的样子，而是除了胸口啊，除了胸口这个是故意弄碎了一样的感觉。不然你如果是这样子的形态来看，你看以这个金属部件上面，它也是有一些像是黄色的这个锈斑还什么的，这个只能说如果是一部机器人的话，这种是属于自然的现象啊，所以是一个也不能算旧化，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拟真涂装的玩具，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啊，展示性呢可玩性都是非常强的啊。那这一集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